天是 KFC 的新品推出，我要挑战一天就出片，不知道这个挑战会成功吗？才发现到之前美东呢跟 Burger King 不是有出过吗？还有和我在影片里面又讲错了，哈哈 KFC 有声明了，这个 Meat Free Burger 不符合素食标准的，实在不好意思啦。不过你们可以 enjoy 的看完这支影片啦，在你们看影片之前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靓仔 Steve。今天是2月9号，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拍 vlog 呢？因为今天 KFC 又出了新品哦。为什么特别期待今天 KFC 的新品呢？因为今天真的不一样。前几期我一直都有开了 McDonald's 啊、KFC 跟 Mary Brown 的新品嘛，对不对？今天KFC 的新品是不一样，这是我很难得看到的。我们 Malaysia 那么多间快餐店，竟然有一间愿意推出这样的商品，就是素食者都可以享用的汉堡包。好像我身边也是会有很多素食者的朋友嘛，他们去到快餐店基本上是没有东西可以吃的啦，可能也不要讲到是素食者啦，就比如说我的老婆，她是比较不喜欢吃肉的，可能鸡肉有点鸡味啊，牛肉羊肉有点骚味啊，鱼肉有点腥味，这样子烹饪的时候会残留一点酱汁的味道的时候，可能她就比较不喜欢吃啦，所以她经常去外面吃的时候都会选择菜来吃，或者我们经常会去斋馆吃。所以这一次 KFC 出了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啦，因为在 Malaysia 从来没有出过这样子的产品啦。我就带你们去试试看啦，我们现在就过去 KFC 买，看是不是真的今天就出了。 OK， 所以 Let's go。 OK， 现在已经来到往后的 KFC 了啦，不懂这边有没有卖嘞，希望他有卖啦，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。终于买到了哦！刚才在那边等了是有一点久啦，虽然那边只有我一个人啦，可是我看到那边有很多 order 进来，全部是那些外送服务的 order， 所以就拖慢了这边的啦。因为这间 KFC 是我每次做工的时候都会经过的，所以我就想到反正有经过就直接过来，后来我也没有想到会等那么久啦，所以基本上现在 MCO 的情况下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啦，可以用外送服务会比较好，而且也比较安全啊。好像刚才我在那边等那么久哦，其实我本身也是很害怕的。下次，我应该是会直接用订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买到了，我们现在就过去阿雅那边开箱试吃了。Let's go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上去开箱了。那我们看他睡醒了没有？中中中！哇，睡醒了不？这也是我太子。OK 啦，我们来到阿雅这里了。红毛，红毛，结婚了，所以你要给那个没有结婚的。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我新年前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就来试吃，又是 KFC 的新品，我应该是很特别的。为什么我这样重视这个新品开箱？因为伟鸿开了。应该是还没有吧？我哪里懂？今天刚做了。为什么会这样重视？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在马来西亚来讲，马来西亚第一个快餐店出这样子的东西，出猪肉啊，这样子才特别吗？那其他就不特别了，你不用讲了，那你拿出来看什么东西？这个是第一个快餐店做宰肉，这个哦，那个宰是有几宰哦？对，它是 Zero Chicken Burger， 里面有什么？Barbecue 酱哦，号称里面有11种香料。哪里？哇，很鸡肉哦。真的吗？很鸡肉的味道哦。它是摘来的嘞，我还担心很菇味，你不吃嘞。嗅起来是很鸡肉啦。它是这样的，就很像 original 的那个炸鸡这样。哦，你是讲它的这个炸皮怎么样？炸皮，肉就不懂。哎，是肉了啊，你来一小口啊。我试试看肉先。哇，吃不出是摘嘞！是哎，我也是吃不出是摘哎，而且真的摘咩？真的。这个按你身边包
吃下去很肉哦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它的肉，这劲哦！我现在整片吃下去，看怎样？嗯，哇，可以嘞，那其实不难吃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吃斋料的时候啊，都会觉得那个面粉味很重啊，菇味很重，怪怪的，不好吃。不会嘞，很好吃下来，它还是有一个肉的感觉，然后可是又有一点点不像肉，很怀疑人生啊，吃到这个东西。不过如果还敢吃斋就 OK 啦，可以吃到啊。可是如果你没有讲它是斋还是什么当吃啊，你顶多就是觉得怀疑了一下这样，哇，很厉害的这个，嗯，不可以，应该给妈妈吃一下。哎呦呦呦，站不起来。阿梅，吃一下。老鼠肉做。呀，嗯，是很好吃。像肉吗？像啊，来咬一口，咬一口。我很忙啊，有嘴巴。像肉，这样厉害！哇，厉害嘞！真的没有讲，那就不觉得它是不是肉，嗯，可能我所知道啊，我身边的那些吃斋的朋友啊，可是我们一起去美东那时候，他们没有东西吃，吃马铃薯啊，就是没有面粉吃嘛，嗯，所以现在就有这个机会，而且美雪是第一次出这样的东西，开场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呐、啊，可以去尝试看看。有另外一种人是他不喜欢肉的味道，像这种人呢，就是 you live your life wrong 啊。怎么不喜欢肉的味道啊？喜欢菜的味道，菜有什么好吃？菜不好吃。好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带你们吃 Zero Chicken Burger KFC 的新品啦，所以你们也可以去尝试看看啦、啊。不管是吃斋的还是没有吃斋，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。哎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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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好，这个真的吃下去，你不会怀疑它是斋，真的，还怀疑它是真的用肉来做。不会的。所以今天就是简短的一支影片啦、啊，带给你们 Zero Chicken Burger。明天我们的 MV 就出了。哦，对，你唱咚咚锵啊！OK， 明天啊 ，MV 就出了，晚上7点钟。耶！里面是有在里面的嘞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不要玩了、哦。小小配角，小小配角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分享、订阅以及点赞，还有订阅哎呀的圈啦。See you in the next 开箱片，拜拜。OK， 现在我已经离开阿雅的 office 了啦。回去之前呢，我就买多一个 Zero Chicken Burger 买给我老婆试试看，看她会不会喜欢这样子的 burger 啦，因为她不喜欢吃肉嘛。老婆 ，OK， 现在回来了啦，我有多买一个给老婆试吃。哇，这样好啊！来，老婆试试看好吃吗？哇，很特别的这个。但是 BBQ 说其实还是不错的。好了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尝试看看啦，因为这个很个人口味啦，你们可能会喜欢。